树哇，枝这是朋友糖，从日本带回来的树树脂枝糖糖，果，听说很厉害哦。来，把它打开来那看我就把它打看，开，打开，看看长什么样子。开了，哎呦，哦，漂亮不是？好可爱哟、哦！哎，你看，Number One、Number Two、Number Three、Number Four、Number 来 Six，打开看看里面装什么好样子。啊，打我拿开看 Number 看。One。好，还有鸡耶Number One，你拿 Number Two，我们来看哇，看，后面都是哎，里面都是哎，还有我们来看七八九十，变化是什么？有什么变化？牛奶糖，不一样的，看看是不一样的没有吗？是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，那为什么要叫数字糖啊？有这么厉害吗？好吃的，啊，我知道，我它的包装啊，超好吃的，有啊，包装有 Number 啊，啊，这样的意义是什么？超好吃的，停不下来。一，超好吃的，停不下。一级二，哎，不一样啦，不一样啦，你看不一样了。有些一样，有些不一样。每一个号码的口味应该不同，你们两个互相吃一口看看，看是不是不太一样。没有，有一些对，有一些等一下我吃一下你。对，不同。每一个口味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刚吃了第一个超甜。我找个鸡蛋猪头。哎，虽然是牛奶糖哎。我刚吃了第一个是最甜的，超美味。我刚吃了第一个，我要吃 Number Six。你要看我，因为我想要再吃一次那个超甜的，是超甜，好吃吗？那有没有大声的说、啊、谢谢谁？甜的，谢谢那叫谁？我 Olivia 老师，姐老师，我吃到职业病，我吃到爸爸刚吃的。好，那你要谢谢谁？Olivia 姐姐，这个好像是牛姐，我都好像是什么的，你帮我试试看。姐姐，哎姨呀，要回去。姐姐。叫我姐姐。